现两侧的定位螺钉沿着这个槽，然后往进去，然后旋转180度。此处的定位螺钉卡在这儿，筛子不会往这边来回跑，然后另一半可以再装上去。第二片同样定位螺钉沿着这个槽，然后直接推进去，然后紧定螺钉，这边紧定螺钉一上紧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进料装置采用切向进料的方式，不但有利于产量的提高，更有利于碾白时内压的稳定。我们的米机进料装置采用双向进料控制方式，一种快速控制，一种微调装置，然后这样有利于物料的稳定。我们的设备采用双电机结构，可以单独控制，也可以根据需要单独开一侧或者双开，就是两个电机同时开。电机调节采用铰链式，一个人调节非常方便快。